Hello 各位，那么之前有一位叫蔡徐坤的观众、给我一只苍响，闪光的苍响，今天我们用这只闪光苍响来打一下、苍响作为核心，给他配个巴布吐蕃，万一他死掉了还可以复活他，然后配甲贺忍蛙、打残血那种，用甲贺忍蛙来补个刀什么的，我感觉应该就很无敌了。我们来试试看啊，其他几个人就作为干扰项。对面阵中有加洛尔的风速狗是不是啊？啊，不是加洛尔，喜翠的来了。对方首先派出了一只土龙弟弟啊，这个我感觉不是很厉害啊，直接近身战不就拿下了？哦，打上去，好能扛啊！这家伙好能扛，电磁波吗？大蛇瞪眼，对，他不是电磁波，他是大蛇瞪眼。哦。是不是啊？我苍响就算是减一半速度也比他快啊。哎呀，不过接下来可能就有点麻烦了，吃了他一个麻痹。哦，闪光的好帅啊，这个造型，这是喜翠的风速狗是吧？我看他什么属性啊，喜翠的我都不怎么熟。火加盐，火加盐的话近身战还是效果绝佳啊。上了，反正咱有复活他的，对不对？怕怕这个，哇天，被他秒，闪现冲锋还是很猛的。没关系，待会儿用吐蕃来复活他。上把人蛙，他可能会太晶化，我估计，但是我还是要打出冲浪。哎，他闪现冲锋没有变换，没有损血吗？可能这只风速狗有什么特殊的什么东西啊，不会受反伤的。哎，赛富豪来了，赛富豪的话我的冲浪也还可以打来，不错，命中了要害。暗影球我可能扛不住。哎，暗影球居然扛住了，那继续冲浪就可以了啊。对方投降了，哈哈哈，没想到是忍蛙收下了比赛。这次对面幽冥玄鱼克雷瑟利亚，好，对面先扔出了克雷瑟利亚美梦神。克雷瑟利亚超能力属性，那我有个咬碎可以，不错，咬碎直接就太精化呀，用不用打得这么激进？然后太晶成了电，这是他的绝对主力吗？克雷瑟利亚，这个家伙特别肉，冥想要起飞的节奏，特攻提高，特防提高。哦，要这么来的话，我想想啊，他对我应该也没有什么好的招式。来吧，直接剑舞了，跟你拼了。他又冥想，他提两段特工，提两段特工我可能有点危险了，但是我近身战这时候应该有机会干掉他，对，至少我是剑舞过的，近身战直接上了，走你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月光回血，但是月光回血应该回不了那么多了吧，对，我一个近身战他就倒了，他算白冥想了。再见，这克里斯利亚应该有催眠，他应该先催眠我再冥想比较好吧。来了，雷吉艾拉奇，哇，这家伙的速度是超快啊，用了两次近身战不行，我得换了，容易被他秒啊，赶紧换人吧。先十万伏特，哦对，不是那个蓄电了，我先前给他改成铁拳了。音速拳，艾乐奇小脆皮，但是也没干掉他呀。他应该没有能力直接秒苍响吧？十万伏特而已，打好多，生命宝珠还是很猛的。最后一只。幽冥玄鱼
你没了。这幽冥玄鱼这么能扛啊？哇天！什么？变成超能属性？这下，哇天，我的忍蛙收割比赛的能力太强了。他上场就是干这个的，土猫席多兰，哎，这些都不好打呀，这些。好，对面先扔出了，哎呀，上来就威吓我，我这苍响太怕威吓了。哎呀，白提了这一段。行吧，然后他还有地震，但是我倾向于直接太晶化躲他的地震，然后用一招嬉闹换下。好，看他用什么啊。上来就是为了完蛋，希多兰，我的嬉闹白用了。哎，他都没尝试用个地震打我一下，这些打法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行了，宁可白吃一下，那我就近身战了呗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又换，这都是一些换人的高手啊。然后近身战又打不太动，哦，这样换一下之后再威吓我一下。哎吧，斗一下再说吧。这下我得赶紧换人了，不换不行了。Get going！ 岩石风，哇，岩石风打好多，还降了我的速度。但是我因为有围巾，所以我的速度应该还是比他快的。所以直接冲浪换下，上希多兰吗？啊，上熊师傅。哎呀，全被他判断到了，一切尽在他掌握了。哦，过了个半倒是。熊师傅速度多少？熊师傅没我快，没我快的话继续冲浪，比我快啊。急速折返，我降了一段速度，应该还比他快吧？哦，他要，哦，他肯定也是围巾。啊，上来土猫，这下土猫该送了吧？威吓降了没关系，我是冲浪。再见，土猫，这都扛得住，这都扛得住啊？那只能继续冲啊，我是讲究的。冲！土猫松掉，他熊师傅比我快，这个我没想到。哎呦，熊师傅又来了。嗯，关键我现在忍蛙被岩石风降了一段速度，所以比他慢。苏凡，再把他的席多兰扔出来。我已经太晶斗了，真的近身战，他会太晶化是吧？对面很犹豫啊，肯定要太晶化了，不太晶化就倒下了。希多兰，哦，果然太晶化，看他太成什么，太晶草，嗯，这是躲地面的啊，他这个太晶化，嗯，但是我没有地面。我是近身战硬揍啊，我揍，还行吧，但是我降了，但是我降了呀，还用加农光炮，哦，我也扛住了，很好，继续近身战，一定要放倒他，好了，他还有一只熊师傅，嗯。然后我是巴布土波，啊，赢定了，还有改不了太晶属性了，我巴布土波还有屁带，那不是赢定了。就算他围巾比我快，也不用怕他近身战。哦，不是围巾啊，难道是头带？不对啊，刚才他比甲壳忍蛙快来着，但是没有，嗯，行吧，
还是苍响厉害一点。嗯，有个喜翠的索罗亚克哦，铁臂膀，对战里面还没碰过铁臂膀呢。对方先扔出了一只这个什么流氓鳄，近身战或者吸闹，吸闹都行，吸闹总是命中不了，我直接近身战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近身战对他没有效果。哦，这是那只喜翠的索罗亚克，他是一般鬼，用咬碎就得了。有皮带，竟然还有皮带，幻觉被解除了，喷射火焰，哇，扛不住了。我只能说他诡计这一下还是很诡的，拿着音速拳补不了刀啊，忍蛙上来补，忍蛙应该本身就比他快，所以用个冲浪什么的吧，对，用个冲浪吧。哦，直接选择了钛金化，一丝血钛金化，这是要玩啥？钛金豆啊？没我快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可是围巾。哇天，他这浪费了一个钛金化呀、啊！然后派出了他的挚友。仙子一步的话，我得把我的恶属性去掉啊！我现在已经去掉恶属性了。上来冲浪，就这一波了。就让忍蛙大爆发了，他还一只小鳄鱼，那只小鳄鱼也怕我的冲浪，所以我只要能突破了这只仙子一步就赢了。冲的，哎呀，好难突破啊！这是仙子一步，巨声大好多呀！来。再来，好，残血了。暗影球，暗影球也能啊？对，我剩这么点血了。然后我上土拨复活苍响，先电光双击干掉这只仙子一步吧。好，来了，鳄鱼。拉比嘎的威赫，好，土拨吃了威赫，苍响就放心了。音速拳效果绝佳呢，但是我得先复生，我得先复生我的苍响。其实两个音速拳啊，两个音速拳打不死他应该。哎，复活忍蛙吧，忍蛙效果绝佳，苍响近身战也效果绝佳，倒是行吧，复活苍响吧。嗯。地震啊，我忍蛙比较好是吧？来吧来吧，音速拳，啊，都没有过半，因为吃了威吓。地震，一定要用稳妥的招式，不能用吸闹了。这个吸闹命中不了，真的是很伤啊。近身战，哦，直接投降了。嗯，他知道我有近身战，承让承让。嗯，火神鹅正义发，对方选手首发就是正义发呀，正义发小脆皮，嗯，但是他有可能有皮带，我用咬碎吧，咬一口，果然有皮带，皮带他有他哦，他有火属性招式，暗影球，居然没有个魔法火焰之类的。他这基本相当于送了这一发，然后第二只是红莲凯奇，我咬碎还是效果绝佳，那我继续咬吧，咬，效果绝佳都没咬死，哦，他有个碎裂铠甲，降了防御，提了大幅提了速度，这只有火，我没办法了，大幅提了攻击，特攻。
哦，是玩这个的。原来是玩这个的，然后让先知攻击无效。哦，但是我待会儿可以用气势皮带收掉他，倒是也没问题。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苍响给送掉。咬碎，来，他大幅提了速度，还没我快啊！啊，不对，不是大幅提了，碎裂铠甲是只提了一级是吧？不过不得不说，他这个打法还是很有想法的。看，碎裂铠甲提速度，弱点保险提攻击，然后精神场地防先制招式，非常有想法。但是。可惜我的苍响太快了，他提的速度都没我快，那就比较遗憾了。刚才他不应该放精神场地，还不如直接先出一招把苍响干掉呢。哎呀，今天没有人用超级神兽呢，这让我的苍响打得有点轻松啊。看这帮人，哦，又有个索罗亚克，哦，全是洗翠的，洗翠队。嗯，他有可能又是首发索罗亚克，然后来骗我。让我来看看，他先扔出了大纽拉，这只大纽拉长得有点可疑，我感觉有点可疑。但是如果他是索罗亚克的话，我的西闹也能打。西闹，机长七夕，哎。一半宝石，嗯，那看来就是真的大纽拉喽。行了，换人吗？果然换人了，看他用谁啊？嘎奇古玛，嗯，月熊，西诺，好嘞。然后他灼伤，嗯，但是他应该扛不住第二下吧？我咬碎就可以了，命中率高一点的。他不舍得送掉大纽拉，舍得嗯？为什么？嗯？咬碎没有咬掉那一点点血啊？他也灼伤死了。先上忍蛙吧，克制面广一点。上把忍蛙，刚才那只月月熊。好能扛啊，不得不说。又要机长七夕了呗。对呀，我这样就对了，要不然他又那什么。他最后一只我还不知道是谁，上神通力吧。机长七夕了。好，他没有换人。这次是皮带吗？没有皮带。哦对，他是一般宝石。嗯。加强了机长七夕。然后哦，最后一只是年美龙，这个是独家钢来着是吧？啊，钢加龙，土拨上来复活一下比较好。先行吧，他最后一只了，我先把忍蛙给送了再说吧。神通力打的真的很少，一关哦，大幅提防御。哦，这么说的话，我的忍蛙最好还不要送掉呢。对呀，忍蛙要送掉的话，待会儿他大幅提防御，我打不动他了。忍蛙冰冻光束好歹是有效果，换土拨吧，我估计他还是要闭关的。他果然又闭关了，这个家伙就是这样的打法。哦，原来洗翠的年美龙是这么个玩法，先让他中个效果。看看运气能不能让他使不出招式来。闭关还是使出了，好吧，他提满了，他提满了，所以他那个尾巴就相当于一个螺壳，一个蜗牛的壳，他闭关就是钻到壳里去了。啊，本来年美龙是不带壳的那种阔鱼之类的，结果现在他背了一个壳，还是一个钢壳。苍响复活，哦，提满了用扑击，
这就有点厉害了。啊，这我可能打不了他了。音速全摸一下了。哦，这只年美龙的打法是提满了用扑击啊。那扛不住了，我只能忍蛙上去冰光冲一下子了。出招是肯定能出的，变成冰属性，属性一致揍。哎，别啊，好能扛啊。这只年美龙特防也这么高吗？怪不得好多人带他，但是我之前打他好像没这么费劲，之前在他提起来之前就把他干掉了。就是这次主要让他闭关三次打不了了，对，肯定扛不住扑击啊，不如太晶近身战来一下得了。哎爸，苍翔这一招近身战他也太了，他也太晶斗呗，强化一下他的扑击，还是太晶。完了，苍翔完全被拿捏了。这是年美龙太有预判了，我揍根本揍不动，然后扑击。好，喜翠的年美龙我记住你了。要是一开始苍响对上他的话应该问题不大，就是在他提起来之前直接近身战先把他干掉。